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徐梦涵，今年24岁。那你平常喜欢的兴趣是什么？摄影。为什么喜欢摄影？因为可以记录啊。这样啊，这是我从你相机里看到的。你认识这个人吗？你相机里的记忆卡全是这个男生的照片欸。你后来把他怎么了？这个人，谢谢。我看你拍的。想要哎、欸。还给我啦，电话哎、欸。你真的很喜欢拍照哎、欸。沉寂了多久？这感觉前所未有，看来陌生的温暖比较有用。开阔了天空，接纳了无尽无穷，我该相信有一天会变好的。我很依赖，在这世界空虚的只有你的存在，爱恨交织我才明白，怎么只有我在乎感情的缺口，在意没联络，别犹豫，请你转头看向我。为何只有你总说这样爱过了头，总要我保留一点空间，用想念足够我犹豫一整夜。都上班了啊，不然能去哪？我是不是就直接上班？不然我干嘛？沉浸了多久？这感觉前所未有，看来陌生的温暖比较有用。开阔了天空，接纳了无尽无穷，我该相信有一天会变好的。不需要你的关心，你先关心自己就好。我很依赖，在这世界空虚的只有你的存在，爱恨交织才明白，怎么只有我在乎感情的缺口，在意没联络，别犹豫，请你转头看向我。为何只有你总说这样爱过了头，总要我保留一点空间，用想念足够我犹豫一整夜。放开我！怎么了？你自己知道啊。我知道，我真的很爱你、啊。你爱我？那为什么要跟踪我？为什么要查我对话记录？我根本就像你养那条鱼一样啊！我下次真的不会了，拜托再原谅我一次啊！你不要走吧，真的，你不要走，我真的会改了。
为何只有我在乎感情的缺口，在意没联络，别犹豫，请你转头看向我。为何只有你总说这样爱过了头，总要我保留一点空间，用想念足够我犹豫一整夜。